事，走向国际一定要听甜淡情怀，因为每个星期有五日咧，喺八点到九点钟，我哋都会好专心咁样，由五位唔同嘅主持人咧，带嚟一啲外国歌、国际歌嘅。星期二晚有我，我系邓慧思啊。每逢喺我买到咪前咧，我有好多仪式要做，好似打泰拳之前咧，有好多 ritual 嘅仪式啦。我做完晒啲仪式啦，所以咧感觉自己已经好有 magic power 嘅。你咧？I heat up, I can't cool down. You got me spinning round and round.迈向半世纪纪录啦，嚟自三藩市嘅 Steve Miller Band， 我哋嘅念力好紧要，意志力好紧要噶，只要我哋集中咧，能够发挥好爆炸嘅能量嘅，所以一啲咒语咧，如果系用得好嘅，即系唔系邪嘢咒语咧，可以令到我哋增加好多 power 嘅，譬如我哋要成日鼓励自己啦，我掂嘅，我得嘅，或者我好靓嘅，咁可能呢啲念力咧，令到自己有呢一个表现都唔定嘅，不过最紧要啦，要现实啲，唔好。压住自己咯，冇咩奇迹噶。Abracadabra 呢段咒语咧，系咪真系带嚟奇迹啦？譬如有 Adam Lambert 嘅 Time for Miracles， 虽然话能够同 Adam Lambert 面对面接触啦，唔算系个奇迹，但系都系一个好开心嘅经历啦。再次多谢玲玲啦，上次替我主持节目，因为我去咗睇 Adam Lambert 演唱会，同埋同佢见面嘅。系好多年以嚟未发现到一位令我咁全身投入去欣赏嘅艺人噶啦，期望见佢多啲啊！前辈歌手做了很多经典歌的，这首算是近期一点的了， Paul Anka 的 Painter。 印象中很多出色的画家，他们都是在逝世之后被人加倍去补封他的尊贵地位的。为什么在生的时候吸引不到那么多注意力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或者不存在的时候觉得很矜贵。 Paul Anka 今晚带来他的 Painter。仲有七分钟到晚上八点半啦，凉凉地嘅天气啦，特别开胃啲食嘢系嘛。佢同 Paul Anka 都应该认识嘅，因为 Paul Anka 应该系佢啲uncle 辈啦。Daryl Sedaka 嘅 daddy 系 Neil Sedaka， 咁 Neil Sedaka 同 Paul Anka 咧都算系同期出身，大家嗰个第一首流行曲咧都系同女仔嘅名嘅，譬如有 O'Carroll 啦，就系 Neil Sedaka 嘅，Diana 啦就系 Paul Anka 嘅，咁嗰时大家都系十五六岁啊 ，teen idol 嚟嘅，整整下呢啲 teen idol 而家都过咗七十岁，但系喺乐坛咧仲系受尊崇嘅，仲系有周时去演出嘅，刚刚听过有 Daryl Sedaka。Angel Queen， 仲有几分钟直到晚上八点半，我等下成日都报时啦，因为我知道原来咧七八点啦，八点几啦，香港有部分地区咧仲系好塞车嘅，大家可能睇唔到表啊，听下我报时都好啊。On the floor, the people dance around, moving close together, but they're all.自己今日嘅衣着打扮咧，同个天气状况好配合啊！因为平时好少着咁鲜红嘅衫，今日好想着红色衫啊！然之后发现原来现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经已生效，表示发生火灾危险性极高嘅。唔知系咪想提下大家咧，即系以埋我自己嘅行动嚟到支持啊！你要支持我，因为每首歌都系为你而拣嘅。It's a little bit funny.Feeling inside, I'm not one of those who can easily hide. 呢首你的歌咧已经听咗三十几年噶啦，但系每次听咧
仲系咁有味道嘅，时时都有江湖传闻咧，话 M John 呢啲咁国际巨级歌手咧会嚟香港开演唱会，有啲传传下就成真，有啲传好耐都唔成真，咁应该系商业决定啦。但系好可能 M John 真系喺嚟紧日子嚟香港。Touching the tenderest night before the feelings take flight. Touch and you make everything new, everything bright, shiny and true. Before the dawn and the light, here comes the night. 起码香港电台就会啦，因为越夜咧就有好多音乐嘅，对我嚟讲音乐好重要，有音乐咧就会觉得好醒神噶啦。八点到九点钟有甜淡情怀啦，听英文歌；而九点到十点钟有郑智成音乐情人，就好多经典嘅中文歌嘅选择，好多好精彩。刚刚有 Janice Ian Here Comes the Night， Janice Ian 14岁已经有机会做一个少女歌手噶啦，但系佢自己唔系好中意呢啲演艺嘅生活啦，埋头苦干学音乐好似好啲，但后屘咧亦都系去咗幕前，但系就系一个创作歌手，唔系净一个 Teen Idol 嘅。其实佢真系唔系好 Teen Idol， 要睇翻佢细个啲相咧，好有农村 feel， 因为佢喺农村长大嘅，佢个香料味都好重。I feel so bad, I got a worried mind. I'm so lonesome all the time. Since I left my baby behind, oh my blue, my dreams come true. I'm blue by you. 如果有一天冇音乐啦，相信 Linda Ronstadt 觉得生活好乏味，因为佢喺咁多年以嚟咧，佢嘅工作同埋兴趣咧，都系同音乐有关嘅。佢岗位有好多啦，有歌手啊。監製啦、作曲啦等等都有嘅，音樂品種啦，有鄉謠啊、pop 啊、rock 啊、country 啊，即系 country 即系鄉謠啦，仲有 jazz 啊等等都有。啱啱聽過佢嘅 Blue Bayou。恬淡情懷，鄧偉思。诚意咧会有多举动出嚟啦，系我哋一般能够理解，唔系啊，唔能够理解嘅。为对方飞都好过为对方 jump 跳落去，好多人惊嘅。Spend about it, I'll fly for you。几位队员离开咗大家嘅岗位19年啦，喺2010年咧再重组翻一齐。不过头先嗰首 Spend about it, I'll fly for you 就系佢哋十几年之前嘅作品嚟噶啦。呢对双人组咧，可能人数少啲啦，比较容易掌握大家合作啦。中间佢哋喺80年代到而家咧，合作无间嘅。刚刚系5月嚟过香港，我哋去睇佢演出，风采依然，大家都冇走样，音乐更加精彩嘅。做得唔好嘅，可以系好平淡啦，有啲沉闷，听一两次就好厌。不过 Tears of Fears 佢哋嘅电子音乐咧，好多人性化喺度嘅，唔会闷嘅。呢首系形容好喜悦嘅心情 ，Head Over Heels。跟住呢首歌啦，调转啦，佢系讲紧呢段苦恋之中啦，几咁惨啊，但系又好难离开啊，结果都系要啦，因为喺爱情里面所攞嘅满足感啊，系补偿唔到佢嗰啲苦难。节奏明晒啦，佢哋歌词都好直接了当嘅，绝对系啲现代爱情观嚟嘅，所以咁受现时嘅年轻人欢迎嘅。之前有歌咧讲捉奸在床啦，而呢首新嘅 single 咧就系讲苦恋啊，对方弱打都继续挨落去。Maroon 5 嘅 Misery 结束今晚节目，下星期见啦。